好，这边已经来了一位先生，台上一位女士。
非常难得的机会，不容错过。好，那位美女就你了。来，朋友们，再次掌声鼓励一下，谢谢。非常难得的机会啊，不是每一位朋友都能够零距离接触到我们的乌龙文化。好的，后面来了一位，请这位美女快速来到舞台的中央。请二位分配于竹条的两端，面对面站好。请摊开你们的双手，掌心朝上，接受金马法师的洗礼。原本现实合作呢，需要二位沐浴更衣才可以进行，但现场条件有限，法师将用一碗酒浓水为二位去除心里的尘埃。在这我要特别提醒二位的是，乌龙文化是湘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历史瑰宝，需要二位真诚的相信并尊重它。只有诚心诚意的人才会得到罗神的保佑，所谓心诚则灵。法师正在测水画符，恭迎罗神的降临。请二位按照阿哥的指示，将竹条平行的架在腰间，保持相对静止的状态，身体不要晃动，头部也不要转动，不要对竹条施加任何外力。我们需要证明是在没有任何外力作用的条件下，竹条平行自动合拢。一定要诚心诚意，心无杂念，相信你才能感受到相信的力量。任何信仰都是从相信开始。当你感觉到那股神秘力量的时候，不要去抗拒，一定要顺从地接受它。不要紧张，身体放松，大脑放空，手腕放松，看着中间红布条的位置，不要故意的掰开或者是挤压竹条，不要对竹条施加任何外力。何处能否成功呢？还取决于二位的心态。千万不要紧张，竹条已经在慢慢的向中间靠拢。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大屏幕来了解观看何处的情况。不要紧张，一定要心无杂念。台上一点点。Thank you.
山，见证着陆拔冲和阿依朵的纯真爱情。陆拔冲将新娘的红盖头戴在了阿依朵的头上，在皎洁的日光下，